近日登上杂志封面，然而却因为成员的站位引发粉丝们不满，怒批公司排挤外国成员，在网络上引发不少讨论。据了解 ，aespa 的成员中除了 Kalina 和 Winter 是韩国人以外，其他成员分别来自中国和日本。近日他们所登上的杂志封面，两位韩国成员就几乎占了一半以上的版面，两位外国成员只能远远地站在后面，让粉丝不满地表示，每次拍画报他们两个好像都站在后面，明明只有四个成员，为什么要这样站呢？更有网友指出，成员们的脸部都失焦了，怎么会选这张照片呢？痛批公司一点都不用心。